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澳洲昆士兰的克佩尔群岛是一个由18座岛屿组成的群岛， Pumpkin Island 是其中唯一一座私人拥有的岛屿。本期分享这座位于大堡礁的美丽岛屿。 Pumpkin Island 位于布里斯班和汤斯维尔之间，坐落在南大堡礁的克佩尔群岛中。它位于大克佩尔岛以北10公里处，距耶蓬海岸14公里。你可以从耶蓬乘船30分钟，或者从罗克汉普顿机场乘坐直升机到达该岛。该岛占地约15英亩，属于亚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约为25摄氏度。你可以在相应的季节里看到海豚、海龟和鲸鱼，乘坐玻璃底皮艇或站立式桨板探索周边风景或珊瑚礁，在岩石上收获牡蛎，或者只是在僻静的白色沙滩上漫步放松。这里非常适合划桨和浮潜，或去周边岛屿进行跳岛游。岛上的生态度假酒店共建有7座住宅，可容纳34人，包括5个新升级的带室外露台的独立海滨客屋和2个带露天厨房和浴室设施的平房。岛上还有一间管理员小屋，一间员工宿舍和一座两层楼高的瞭望台。娱乐设施包括一间有执照的海滨酒吧和一个带图书馆和游戏房的休闲场所。此外，该物业还包括一艘定制的36座客船、2个注册的船机泊处、一个直升机起降平台和一个牡蛎湾的牡蛎租赁项目。该岛完全脱离电网，由太阳能和风能提供动力，并有可靠的电话和互联网覆盖。岛上还有一个雨水过滤系统，为日常所需提供水源。Pumpkin Island 是澳大利亚第一个超越碳中和的岛屿，抵消了 150% 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基于以上环保运营理念， Pumpkin Island 度假村在2018年世界精品酒店奖上被评为澳大利亚大洋洲最具可持续性的酒店，也获得了澳大利亚最高的生态旅游认证和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授予的长期运营许可证。目前该度假酒店经营良好，据称截止2026年的大部分时段都被预定一空，平均入住率超过 90%， 平均房价超过400美元。Pumpkin Island 是租赁产权，目前租赁权至2046年，每24年可以更新一次滚动许可证。本次是该岛自1961年以来第二次上市，售价约为1500万美金。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